来了来了来了，他来了。那桶干出水了啊，2000米，大网在地下走，就靠他了。他后边人家拉网出，一网捕几万斤鱼，甚至捕几十万斤鱼啊。喜欢大型动物的，尽管直播间看灯谷全过程。哎呀，这劲儿不小啊！看看这后坐力是不是劲儿不小？第一套已经打完了啊，这么大的后坐力，这里边一定有货啊！老铁们，瞅瞅啊，这一个肚子啊，倒出多少玩意儿？这得有几十斤吧，三四十斤，四五十斤吧。怎么样？三来只。好了，网兜都干满了啊！夜网出了好几十万斤啊！喜欢看大型动捕的，给我来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祝大家年年有余啊！哎呀，钓鱼，看看老铁们，大爆网啊！这一网得三四十万斤。三号网大爆网，啥干货？喜欢的红心加关注啊！正在开播中啊！进入直播间看东捕，欢迎大家。兄弟们，中国最大型拉网捕鱼，大型东捕，2000米长铁链大拉网，网头终于出水了。想看一网几万斤鱼的朋友们，关注我进入直播间，正在全程直播。看看在哪角落的捕鱼呢？都不少鱼啊！喜欢户外的点个红心，喜欢捕鱼的点个关注，兄弟们。兵钻机，下手了！哎，看啊，20公分厚的兵，马上开启将近5天的斗网啊！这5天非常牛逼，天天爆网！想看直播的给我点关注啊！起网中，超级大网朵马上出水，破冰起网啊！看，带走的是150米长、3米高、6x的大网啊！看看，正在下网中啊！这个网咱们下午直播起，想看直播的一定给我点关注，不点关注看不着直播，朋友们啊！正在下网，看啊，全起网第一水。咱编的70米网，现在拽出这个40米，看到没？真像一条鱼啊！这条鱼还是畸形，咱变形快啊！由于那鱼太少不够吃，咱们就给它放生了啊！看看啊，给它放掉，来，村里都是虾，正在起网直播中啊！